美丽岛民调在调查国产疫苗或是国际疫苗的时候，国产、国际、国产、国际，这个其实老百姓搞不太清楚。大家觉得台湾有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感冒流感疫苗嘛，啊，我们有很多动物疫苗，大家觉得 OK 啊，反正台湾有本土疫苗是个好事啊。但是到了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了，我们最近呢，光打 AZ 疫苗有国际认证的疫苗，这样子经过三期，全世界打过好几亿的，在台湾创下全世界最高的死亡率，这是第一个现象。然后我们就弄一个什么高端，用本土疫苗跟一个高端一个联雅，这两个疫苗所有人，我们现在变成了有80%的人开始反对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个二月份的时候没感觉，那时候本土疫情是完全守住的。对，大家那疫苗跟我们没关系了，就大家就觉得 OK 啊，反正我支持本土啊，台湾人对本土最感兴趣啊，金透嘴就后来啊，就爱台湾嘛。现在来了，现在要打你身上哦，就算住在平屋哦，那我们开玩笑了。住在戏园，大家开始会害怕，所以每一个人想说，哎呀，我要戏园呢。我说我不相信民进党的领导人啊，敢公然啊跟80%的台湾人作对，硬要干国产疫苗，因为我们有80%台湾人反对这个疫苗，你知道吗？就反对你的程序啊，你就反正你就照一个国际科学标准做嘛。你是要偷师傅，我就给你干嘛。结果我们的礼拜五公布了民进党，公布了美丽岛民调之后，我们的总统就礼拜六就说他的注射疫苗的时间延后了，这时候是很不要脸的一件事情。你这次来的疫苗是41万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我们买了多少？跟买莫德纳买多少吗？我买了505万剂，我们买了505万剂。所以领导你给了多少？对，我不知道。所以这个赵家欧专门做来的嘛，买了500万剂，现在只来到货的10%，你还搞得本届人一个好像是全那这个，对啊，就全民额手称庆。